我们所谓的喉音呢，所谓的喉音是直接出来叫喉音。哦，所谓喉音呢，一哒哩哩，这个叫喉音。滴答滴，拉回来，透过喉音最漂亮。哒哒滴滴，哒哒滴，有没有？哒哒滴出去就不可以，一定要拉回来。所以滴滴，滴滴，有没有？唱歌你一定要，我们很多一些技巧的东西，注意一下，很多技巧的东西。很多都是用在这里，然后你再去透过这个音以后，你才会去做头腔共鸣等等的共鸣会出现。而是但是注意一下，唱歌尽量不要直接向前，不要直接向前。所谓直接向前，在一这个叫直接这样子，一啊一，比如说这样子，一。接了沙笔，接了沙沙哈，里面很多肢体都没有用到，唱歌一定要用到肢体。我们唱歌一定要用到，很多我们的音都是跟肢体就是一起走的。你没有肢体，你如果这一道的沙笔写有没有发觉啊？一道的沙笔，有的时候不管是向左向右。你一定要我们唱歌啊，一定要我们比如说你坐下没关系，是吧？一二一一一，对，好，一好一，不要马上放一。向左哦哦哦哦哦哦哦
然后大家在唱歌的时候就会比较不紧，只要声音不紧，出来的声音就很漂亮，好不好？那我们边唱边讲，来下一个来。